如果你家里3岁多的孩子，你发现他很喜欢收集一些瓶瓶罐罐，而且排整齐这样子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你会怎么做呢？在美国加州集郡，有个小孩叫做 Ryan Heckman， 莱恩·赫克曼，他小时候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爸爸有一天发现他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呢，爸爸没有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搞得把家里弄那么脏啊？哦，你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哦，你应该去玩玩具啊，干嘛玩这些瓶瓶罐罐呢？”爸爸是看到他的特质，顺着他的想法，就决定带他去看一个资源回收的地方，把家里的瓶瓶罐罐拿去换钱。当他发现说，哎，原来这些废弃物可以换到钱，虽然他对钱没什么概念，他就很开心。从此他自己呢，就拿一些塑胶袋啊，去邻居要瓶子，去邻居要一些废弃的罐子，人家也觉得很奇怪。万圣节小孩都是来要糖果啊，为什么这个小朋友来要瓶子呢？发现原来他是要做回收的，所以大家都很支持他，整个邻居40户都变成他固定的顾客。所以爸爸再更进一步，就干脆帮他成立一家环保回收公司，叫做 Ryan Recycling Company。 从此就他是一个3岁半的 CEO， 他就越做越开心，从3岁多做到7岁。2012年他已经收集了回收了25万个瓶子，28吨的垃圾，而且帮他公司呢赚了$20,000。很多商人其他的老板想要入股，因为他已经变得很有名了，不只是他邻居去成为他的客户，连附近很多人大人都专程开车来让他回收。而他拒绝那些商人的入股，因为他觉得他单纯就好，爸爸不愿意这样变成一个赚钱的工作。那进一步，爸爸去带他去看什么地方？去看一个叫做太平洋哺乳动物中心。他在那里发现海洋里面呢80%的垃圾是不能够消化的，所以他看到这个议题，非常愿意帮助海洋的动物，所以他就成为这个动物中心的代言人，在美国各个电视啦、各州巡回去宣导，人怎么样爱惜这个环境，怎么做回收，因为当我们把这些瓶瓶罐回收，海洋就减少了很多的垃圾，对我们的动物多很多很多的保护。一个小小的念头，一个小小的行动，莱恩的故事呢，不是他多励志，从7岁可以赚到$20,000当 CEO， 不是这个，而是他的行动让很多的大人，周边的大人，整个美国很多人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，很多人愿意用行动去收集这些瓶瓶罐罐。所以一个小小的莱恩的公司可以影响到整个大美国，让大家一起来爱护动物，爱护地球，做资源的珍惜再利用。这位莱恩呢，跟台湾不陌生，因为在2021年，我们玛利亚小学生公益行动有邀请他们父子当我们的来宾。虽然因为疫情他不能够亲临现场，可透过线上，他跟我们很多的台湾的孩子都有见面。很多人问这个莱恩爸爸他是怎么想的，怎么看待他教育这件事情。他觉得说，当父母的是尽量帮助孩子完成梦想，支持他往前走，产生影响力，作为孩子的后盾。我相信莱恩的故事对我们很多做家长的具有相当的启发的力量。玛利亚今年跟格林文化合作了一个小学生公益阅读行动，请大家多支持。